生活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是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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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，你明明不在我身边，我却觉得很近，有一种感觉我想说你。Thank you.
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，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，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装。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是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